已经是一位战争，就是要看你敢不敢去面对。 谁能争得过我？嗯，像我们俩，只有活下去，才有资格讲对错。你倒是条好狗啊！彼此彼此。从我踏上这片土地开始，我的每一分钟都是危险。同样都是美女，我这条命。 为什么不能卖得贵一点？是你出卖了郑老大，我们这个兄弟是卧底啊！